好，下一个练习。我已经告诉你 A 的电位比较低，低20伏特。然后呢，把从 A 放手，自动跑向 B。好，我们讲过了，第一个叫做自动从高位能到低位能哦。第二，我告诉你哦，正电很正常哦，高电位高位能，低电位低位能哦。那你就可以知道谁的电位高，谁的电位低喽？要差多少嘞？差多少嘞？啊，差多少？20伏特差40焦耳，那我应该是带几库仑啊？就这样子，公式的话也是一样 ，delta E 等于 Q，delta V。OK， 公式是一样的。还用想是这样，这样跟你想，用想这样想想。好。哇塞！你现在换谁了？换男生女生忘记了？女生。女生。换男生女生？男生。帅哥23。老千。帅哥23。起立。答案。54321。江江江江江江1000了，好大好大。哇，2库仑吧，你用想的就知道谁大谁小，刚才跟你讲过怎么想，不然带公式也可以看出来谁大谁小。2库仑，然后呢，1库仑1伏特是1焦耳，2库仑1伏特是2焦耳。现在呢，有这么多伏特，这么多焦耳，所以几库仑？2库仑，然后谁大？它正电负电？请坐，它正电。EB 减 EA， QVB 减 VA。我动能增加40焦耳，表示位能减少40焦耳，所以是-40。电位能减少40焦耳，-40。Q 不知道的，差20伏特，他说的，他告诉你 B 点比较高 ，A 点比较低，所以算出来就变成-2。这用公式做的，所以我跟你讲过，公式放进去，数字带对，不用特别考虑正负电什么之类的，它会自动调。那你用好好想也可以啦，想清楚想明白也 OK 啦。那现在呢，乙电荷从 A 等数到 B 要做功60焦耳，要做功60焦耳，自动从高位能到低位能。低位能到高位能需要外力做功，要外力做正功，正电很正常，高电位高位能，低电位低位能，所以它的电性跟电量。可爱小女生 ，Number 11，哇追嘞。你没有带完全正确的公式，你就只有带 E 等于 QV， 你也可以知道数字，你会知道几库仑，你居然搞不用正电负电，知道可以知道几库仑，正三吗？正电3库仑，请坐。这叫正确带公式。我要做正功，表示位能增加60焦耳。Q 我们怎样？差20伏特，所以 Q 又叫做正3库仑。再说一次，公式写正确，数字带正确，答案就会对，不需要另外额外去想什么正电、负电，多这都不用，它会自动调好。不然就好好想清楚我前面教过的话，什么正电很正常，高电位高位。位能低电位低位能，然后呢，自动会从高位能跑到低位能，你也可以把它想清楚弄完。这就是我们做了很多题，就请你带 delta E 等于 Q delta V 做出来，我们要的答案 ，OK 吗 ？OK。